国定应该错啊。哎，哪下弟啊，你们到谁那这里啊？我假爸。我不是聪明的人啊，这么重要的话，我真的不大会说，所以我就请这两只狮子跟你说。你以为你在扮家家酒？三立都会台三十频道，每周六晚上10点半，那一年的幸福时光。